聽到嗰啲打啲玻璃聲，而呢盤龍寶就開咗，又係而家都開咗呢盤龍寶，想睇下咩事咧？隔得分鐘，而呢盤龍寶剝唔剝到啲玻璃，爛鬼曬！发晒癫劈烂人哋玻璃同埋铁闸嘅就系呢个43岁姓黄，一个人住喺黄大仙彩云村日月楼嘅男人。星期三晚11:00，吓亲死嘅邻居报警。劈完差人就淋天拿水。谈判专家亦都有到场劝喻，两个几钟之后，差人又喺佢单位入边揾到个冰壶，佢最终涉嫌刑毁、袭警同埋藏有工具可作吸食毒品用途被捕。消息话佢有精神病记录，3年之前曾经因为滥药之后持刀落街打劫坐监，啱啱先放翻出嚟。好开心啊！好开心啊！预约堂解便通，畅快便便，梗系开心晒啦！万灵读埋。